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我是林明慧传道。今早落享圣言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想请大家花一些时间，如果可以的话就跟住我的笔记慢慢地诵读这14节结构优美的经文两次，好让神自己的话语进入我们内心深处。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，作者就运用了几个短句，紧密地编写成为非常优美的长句，就是1至4节。这一段是全书的序言，说明了神藉着祂的荣耀儿子去说话。作者先指出旧约的启示是相当广阔，却是不完整的。相比之下，神透过祂的儿子来到人间是完整的，是最高峰的启示。继而作者就用神和子作为主语，带出耶稣基督的身份、地位和祂的工作，并且暗示托住万有的主，亦都能够托住当时一班正面对教外逼迫、教内不和而产生了离心力的犹太裔基督徒。接住作者一连串地引述旧约，赞颂儿子是至高至荣，并且用修辞式的问句带出神的权威见证，就是儿子极其尊贵，比天使更尊贵。这段颂赞的经文是5至14节，仿佛是以线形排列，反映教会当时的礼仪传统，叫人从心里和应赞美。作者亦都刻意以天使作为比较，目的是要除去当时犹太信徒太过着重天使的工作这个包袱。一口气就引用了7段诗篇的经文来拉近犹太读者的距离，为要清楚说明耶稣基督才是超越万有的这个事实。天使顶多都是神的仆役，为承受救恩的人去工作，所以作者稍后的篇幅更加去警告，若然信徒背弃从神儿子而来的福音，将会面对严重的刑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面对疫情的威胁、经济的下滑、工作的减少、白云的腾贵、社会的不稳，甚至乎弟兄姊妹之间可能因为之前政见的不同，或者一些处事手法的不同而有的争论，面对这些艰难困惑的日子，你可曾怀疑过、抱怨过，甚至乎在心里都离开过神呢？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特意一开始就提醒昔日灰心难耐的犹太基督徒，亦都提醒了今日的你和我，就只有全面了解、深刻认信耶稣基督的身份、地位和祂的工作，才能够坚定不移地度过这些末后的日子，不至灰心动摇，或是惊惶失措，甚至乎失落了个信仰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都请大家参考马太福音24章3至14节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我们是你着意要拯救的一群，求你帮助我们时刻反复思想耶稣基督，祂是万有之先已经存在，为了我们的罪已经付上代价，更加获得升高去到神你自己的右边，现在祂必定能够赐给我们盼望和帮助，在这个末世慌乱的日子，就特别求你帮助我们无需惧怕环境的改变、时局的不稳，以致减弱了我们对你自己的信靠。神啊，就求你帮我们时刻谨记，不受时空约束那位我们永恒的主宰，才能够令我们的生命变得安稳，而这个安稳就只有我们藉着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，
才去得到。神啊，就求你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